有没有看到在骚动了？来，我们来看看。哇，还没睡呢。其实你看我眼睛的那个水平，这边就比较高啊。这边感觉像松松垮垮的，这边也是条条线。这完全没有，而且空空的苹果肌。这台双波机有五种模式，我最喜欢的就是 EMS 微电流运动模式，它的紧致拉提伤非常厉害哦。来。为大家来看 EMS， 选择不同的档次，有四档，但平常呢我都用一档，就非常非常有感觉了。中间这个按钮呢是可以开启 VR 的模式，有听到那声音吗？舒缓电流带给你的刺激感。我先用点精华液抹在你想要加强的地方。上脸了，有没有看到在骚动了？这就是你的脸部肌肉在做运动了，其实它不会痛，它会有一种那种麻麻的感觉，可以感到它那个微电流啊，可以进入到你皮肤的深层感觉，从里面又开始紧实起来。对的，在依法令纹的部分，我就会同时这样，这只手带，然后同时这样慢慢，记住不要过度的拉扯，是轻轻的哦。来，我们来看看，哇，还没睡呢。其实你看我眼睛的那个水平，这边就比较高啊。这边感觉像松松垮垮的，这边也是条条线，这边完全没有，而且空空的苹果肌。另外一边脸要给它加强。我怎么脸都变小了？超棒，变超尖的。我现在有开滤镜哦，这很夸张哎，很表面，你讲是表面。法令纹还有这个嘴边肉都变得不明显了，紧致的蓬蓬感。肤况啊，随着年龄的增长是不可逆的，但是没关系，我们只要认真的按，只有男女人没有丑女人，在家认真用，每天10分钟，你就可以逆转胜。它的效果不比医美的程度还要差哦，而且它的价格才医美的10分之一，额外不会那么痛，推荐给大家。